想香港有更好前景，点善用资源先好呢？想促进绿色转型，帮助有需要嘅人，培育好下一代。希望可以住大啲，住好啲。产业要够多元化，发展金融、创科，汇聚人才，吸引企业。持续发展，将个饼做大啲。2024-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，请上 budget.gov.hk 发表意见啦。